天你们各位都是受秦王之邀来到了这里。秦国侍卫的目标就是要找出荆轲，让他最终不要和统领在一起。我知道谁是荆轲了，有的人自己摊牌吧。你在干嘛？我不想这么拼。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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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哇，不愧姓侯啊，绝对经受过刺客的训练。不愿再做那只囚鸟。他们可能没想到第一把我们就把荆轲给换过去。我觉得对面会把荆轲派出来。哇！陈锋，我们来了，让我们迎接秦王。